好甜，好稠。哇！我最中意一味饮呢个，一味同啲 friend 倾心事噶啦。嗯。好多气哦。今年个夏天过咗咯。哦，系啊。我而家好早天黑啊。嗯，跟住呢我成日喺森林入边嗰度行夜路揸夜车喎。有时我有人问我揸车，我諗点解人会怕黑嘅？人唔系喺呢个大自然呢个地球嗰度生出嚟嘅咩？咁除咗人之外，有冇其他动物会怕黑啊？点解人好似好反自然咁样嘅？嗰啲 behavior 同其他地球上边嘅生物咁唔同嘅。点解你住森林嘅？因为我身入边有一个连续20年嚟制造嘅一个创伤咧。我系需要翻返去大自然当中去好好咁样去医好我呢个睇唔见嘅创伤。咁你咪床上哦，其实系咁噶。我记得咧，之前咧见睇过一个 video 咧，系一个小学生咧，佢喊住同佢爸爸讲，佢话：我系咪做咗啲咩对你唔好？点解你唔俾我玩啊？点解我要做咁多习题啊？跟住佢就话：你要俾翻啲属于
一个小朋友的童年时光的自由给我过。我发现呢，我以前呢长大的地方呢，我有一样嘢好多人惊噶，就是呢佢哋评价一个人呢得一个标准噶咋，就是佢细个嗰阵佢读书好唔好啊，有冇入到一间好学校啊，咁你唔觉得呢样嘢好唔正常噶咩？系啊，人有好多个 dimensions 噶嘛，点解佢哋从来唔会因为一个人佢有好好嘅 personality 啦，佢好有爱心啦，佢去沙滩嗰度清理嗰啲沙滩嗰啲废物啊，点解佢哋唔会因为一个人做呢啲嘢去赞佢呢？你赞一个人读书叻，咁佢代表乜嘢呢？佢代表到一个人个 personality 好好咩？咁但係喺学校边 ,nobody cares about if 你系咪一个好嘅 personality, 而且亦都冇一门课系会教你点样做一个有爱心啊，热爱大自然啊，做一个有责任感啊，做一个有 creativity 嘅人啊，冇咁样教㗎喎。佢哋所有教嘅只得一样嘢，你哋所有咁多特质，唔同性格，唔同背景，唔同兴趣嘅人，你淨係可以做一件事，就係你要答啱晒嗰啲题囉。只要你唔係用晒你所有嘅时间去做功课啊，去做习题啊，去 practice, for 你嘅考试啊，你就係曳㗎喇喎，你就係俾人打㗎喇喎，打到你听话为止喎。咁同动物园入边嗰啲动物有咩分别啊？其实我就系混咗喺个动物园入边十几年，咁后屘咧，我自己一个人住之后咧，我翻入呢个大自然当中，我发现我心入边个野性咧系从来都冇消失到噶，唔系因为人哋关你去动物园，想打到你听话，野性唔系话你驯服就可以驯服得到噶。我系我以前学校入边咧唯一一个会逃学嘅人嚟噶。我小学嗰阵逃学啦，跟住大学嗰阵我 quit U 喎，我 quit 过两次 U， 我 quit law school， 跟住我而家又 quit computer science 喎。学长你咪好估我唔到咧，人哋个睇住哇呢、這个女仔应该系好乖好听话，日日就系读书噶啦，估唔到其实佢心入边个野性系从来都冇消失到。有一件事咧，我听起身咧，我起晒鸡皮噶，就系、是、咧，我妈咪嗰啲 friend 咧，佢完全唔知道我系边个，佢唔识得我，佢就系会好假咁样讲咯。哇，你个女真系好劲啊！佢啊，读 law school 啊，做律师啊，咁样。跟住我听到呢啲，我完全觉得 proud， 我觉得好 ashamed。因为你去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不是因为他读书好不好啊，他是不是入了一间好的学校啊。我觉得如果他是说我好有爱心啊，我去这里清理一些人类那些垃圾啊，他如果因为这件事赞我呢，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啊。我就会，但反而他讲那些完全代表不到一个人任何的东西，他代表不到我的 personality。佢代表唔到我係一个点样嘅人，我鍾意啲乜嘢，我追求啲乜嘢。淨係攞一个咩好学校咩好工作去评价一个人，我觉得我起晒鸡皮，好得人驚。仲有时睇到啲新聞呢，成日话咩哇边个华裔高中生啊，考到唔知全国第一喎，入咗啲唔知咩美国嗰啲好好嘅学校，咁从来唔会有人因为佢係一個好好嘅人，佢好鍾意 hands on 啊，佢砌咗一架模型飛機喎，從來唔會因為呢啲上新聞㗎喎，就因為你考試考得好唔好上新聞。咁呢樣嘢究竟代表到一個人啲乜嘢呢？佢有好多個唔同特質，好多 feature 㗎嘛，佢唔會因為一個小朋友佢釣咗一條大魚喎，咁樣嚟讚你上新聞㗎喎。跟住知唔知我感覺就係其實咁多年过咗呢，哦係呀，我係真係读咗几个 degree， 但其实
其实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识啊，我不识得修电器，我不识得修车，我不识得木工，我不识得去整一件家私出来，我甚至不识得种花，我种花会死的啲花，我不识得攀石，我不识得 caving 同埋cave diving， 我不识得野外生火，我如果在个海上边漂流，我不识摩斯密码，我可以解到你俾我解嗰啲数学题，我可以写论文，我识得背公式，我识得考试，我识 presentation， 但是你摆我在一个荒岛嗰度，我两日就死噶啦。所以而家咧，我喺森林入边咧，我咁大个，我而家先至真正开始学习，我而家先至开始学习喺森林入边。哼哼嘅时候我唔会迷失方向，我懂得野外定向，我懂得我自己一个人住嘅时候特别冬天嗰啲水管结咗冰，我而家要懂得点样去维修间屋啊，懂得木工啊，懂得维修啲简单嘅电器啊，我懂得修自己部车啊，我成日自己咁就 road trip， 如果爆咗胎咁点算呢，呢啲嘢我系大个咗先学噶，所以我觉得我要用我呢一世嘅时间去弥补我以前细个失去咗嘅嘢啦，失去咗一个同大自然去沟通嘅嗰个天性啦，嗰、那个喺 DNA 入边嘅本能啦，我而家慢慢再去喺动物入边放翻出嚟之后，慢慢而家。再去学翻点样同大自然去沟通啦。我觉得如果连我作为一个喺地球上边生出嚟嘅一个同其他动物冇分别嘅，我都系一个生物嚟嘅啫。如果连呢啲同大自然沟通嘅本能都失去咗，咁我会觉得好 ashamed 咯。呢个就系我住喺森林入边嘅原因咯，因为我就系用呢一世嘅时间去。好好去将我呢个睇唔见嗰个伤口去疗愈，即系读书咧唔系唔好嘅。如果唔读书会无知，但系 Asian 嗰啲 parents 咧，佢搞错咗一样嘢咧，你系咪需要用你 100% 嘅时间去读书咧？你唔可以做其他嘢咧？你唔可以去？学下打猎啊，学下 canoe 啊，去攀石啊，滑雪啊，滑水啊，咁样咯。咁样嘅人先至会更加精灵，更加醒目。Asian parents 咧 ，Stephen He 讲嗰啲咧，你啊弹琴啊弹到好叻咧，跟 Asian parents 就话，your cousin 啊，那个 A plus 啊。In all subject 要 stupid 咁咯，跟住从来佢唔会 care about 你究竟过得开唔开心。如果我有小朋友咧，我最 care about 就系佢过得开唔开心咯。我睇嗰个 YouTube video 咧，话咧，一个大人咧，俾 advice 一个七岁嘅小朋友咧，佢就话 ：You don't have to be rich to be happy, just be yourself.Follow your heart。咁我而家唔 rich 啦，但我开心喎，因为我揾到咗自己天生中意啲乜嘢，而唔系人哋逼我，人哋觉得我应该中意乜嘢，系我知道我自己中意啲乜嘢。I totally agree with you。多谢学长，多谢猫猫。干扰我这么多年。